怎么样和心仪的女孩共进晚餐？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？No， 不要提问。去吃饭吧。太强势了。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饭吗？还是提问。我要去吃饭了，没有你在，我吃不下。走吧，带你去浙江卫视，听说很好吃，有创意，一起造。